老家人，你觉得会有圣诞礼物吗？肯定没有。我。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滑滑梯之一啊！我想去。这个是世界上最长的滑滑梯之一，480米长，落差200米，在广西德天瀑布，中国和越南的边境。为了实现儿子的梦想，我们要去那边过圣诞节。那圣诞礼物呢？这个就是你的礼物啊。好吧，从上海要飞2个半小时，坐半个小时的高铁和1个小时的车。对，不是非常方便的。广西的车开得好快哦。滑滑梯在山的最上面，瀑布在山下。快点滑滑梯吧。一半属于中国，一半属于越南。新桥。所以那边是越南，那边是中国。越南的话，舒服怎么说？舒服啊。舒服。公快了，舒服。我们为粉丝跳落了。祝所有关注我的人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事顺利。Thank you。这座山还是非常经典的中国山，有楼梯，楼梯，楼梯。哦，对，还有更多楼梯。加油，老婆。好，加油。到一半的路需要用屁股做个魔毯。哇塞，好高啊！然后就要做特别吓人的脱米玻璃桥。阿爱的，我不要看。爸爸不可以看你现在啊！我们离越南只有20米，这边就是越南，你知道吗？越南之前是法国殖民地，所以这边会有很多法国文化的影响。你看，有个青蛙在吃法棍。Bonjour。我们还碰到了一个法棍博物馆。对，法国人是不是免费的？给法国人。法棍40块。What the？ 法国人小气。我点了鸡肉三明治。谢谢。不说话，这个法棍完全不正宗的。你看，很软很软的，本来应该很脆的。哎，给爸爸妹妹。你慢慢。我也喝了正宗越南咖啡。3个字，还可以。终于到滑滑梯了，必须穿超级 sexy 的衣服。加油！相机你要自己抓好啊！对对对，手抓紧扶手。哇塞，还挺快的。哇塞，我比这辛苦啥？还是多多让比的，幸福。全程3分钟左右，说实话。真的很快，儿子开心的嘞，超级开心，我做的超级快，我还差点撞了前面那个人，想再来，想再做一遍，裸机裸机裸机，魔毯玻璃桥，裸机法棍面包，哎呦算了。今年这个圣诞节过得不是非常正宗，没有吃鹅肝、火鸡、圣诞蛋糕，吃了烤肉、螺蛳粉和鸭架包，没有回法国，就去了科目三的起源广西，也没有看到雪，但是看到了中国特别美的风景。我们住这样的房间，真浪费我的防晒霜。为什么？额头太大了。儿子，你在玩什么？圆梦之星。有自己的游泳池，太冰了。而且最重要，我们是一家人在一起，所以礼物不是最重要的，对吗？对。老家人，你觉得会有圣诞礼物吗？肯定没有。我，一二三个礼物。哇塞！现在 ，no。加购！圣诞节快乐，儿子！圣诞节快乐，爸爸！